pretty. Thomas 很喜欢骑脚踏车。Thomas. 但因患有先天性肝病，他的命运注定与其他孩子不一样。Thomas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我们能做的只有那么多。希望渐渐地变成了绝望，直到您的出现。因为您 ，Thomas 才能够继续去做他喜欢做的事。虽然不知道您是谁，但很感谢您。